Hello， 各位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老头 Old Man， 欢迎回来，中生代魔族，我们好久没有回来啦。哎，为什么这么久没有回来？因为老头已经把这魔族给忘记了。没有错，你看，一说到忘记，天空就下起雨来了，我已经感受到愤怒了。怎么这么刚好啊？好吧，算了，反正呢，今天呢，就是要回来再玩一下我们的中生代模组哦。那看可不可以快速的把这个模组给玩完，因为老头又找到一些不错的模组，应该也不错玩吧。其中有一个模组叫做什么？张比模组哦，僵尸世界模组。它好像是把僵尸的元素套用在方舟世界大陆里面。我不知道它的内容到底是什么啦，但是看那个影片的预告片，感觉还蛮屌的，就是了。哦，希望游戏性不要太差啦，希望啦。反正就是老头后来又摸了一些新的模组，应该是还不错玩。到时候应该也会装进来，然后把这个中生代模组给拿掉。哦，就是中生代模组稍微乱过一遍之后呢，我们就把它给拿掉玩别的，好不好？那么呢，今天我们要做什么呢？啊，今天老头想要很直接的呢，在这个 BOSS 的工作台呢，啊，召唤咱们的 BOSS。啊，你看老头使用的哥们把这些材料都已经准备好了。那么其实今天这一集还有一点是老头想要把我们上一集抓到的吧，好像是上一集吧，抓到了这一只阿法嘟嘟南方巨兽龙哦，阿法嘟嘟 Giga 有没有？想要把它给进化，不过呢，它好像还差100个，它好像还差100个，100个恐龙的 egg， 100个恐龙蛋，哦 AGE 吧，是不是？哎，不对吧？Egg 不是 EAG 吗？好，算了，不管了，反正就是这个还差100个，我们才有办法让它进化哦。那我猜啦，像它现在这个样子，如果它进化的话，应该会直接变成红色啦，应该是跟像这只差不多吧，没有意外的话，应该是吧。啊，反正就是模组嘛，丢来丢去，混来混去的嘛。啊，我记得我印象这一只进化是红色啦，因为我以前玩过了。但是那个是以前的版本，现在的版本就是很多错综复杂的模组掺杂在一起，真的不知道会变什么样子。反正这个下一集有机会再拍出来的话，应该会优先让它进化。那我们今天这一集呢，哦，就比较简单一点了。我们今天这一集哈，我们就直接在这个首领工作台这个地方呢，我今天想要把这两只给弄出来，哦，或者是金刚顺便弄一下也没问题啦，哦，金刚弄一下也没问题啊。但是我们的这个嘟嘟飞龙的头颅呢，只有两颗，啊啊，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特别多啊，丢进来，好不好？我们今天就来看这两个好了，好不好？这个是泰坦龟，泰坦乌龟跟这个什么 K R A T O S 啊 ，Kratos 奎托斯，真的假的 ？Kratos， 你要不要出现一个 Kratos 啊？应该是不会吧？他这边写说召唤 Kratos， 然后呢看不懂英文。总而言之，我会用这召唤这两只来看一下这两只到底是什么，好不好？我们先从 Kratos 看起好了，好不好？反正既然都已经有材料了，我们就稍微制作出来玩一下吧。好，就没想到制作时间这么长，我们也顺便做一下这个泰坦乌龟好了，好不好？把这泰坦乌龟做出来。好，泰坦乌龟也需要时间，好，我们稍等一下，待会再回来。好，差不多了，来来来。终于制造一个出来了，我们来看看它到底是什么东西哦。然后呢，泰坦乌龟，啊，我们泰坦乌龟待会再看好了。我觉得我应该先存个档 ，S A V E W O R L D， 有存吗？哦，两个 R， 哦，有存了，先存档比较有保障啊，好不好？我们骑着我们那一只飞龙，那是怎样？为什么我的嘟嘟鸟被咬了？是哪个小王八蛋？咬死他！啊，细鹤，哎，我们把我们可爱嘟嘟鸟拉过来，不要欺负我们家可爱的肥肥大大嘟嘟鸟，好不好？谁准你这么做的？啊啊，被咬死活该！啊，这个也快好了，来，我们把我们这只泰坦乌龟，哎，也带过来。啊，雨终于停了，雨过天晴，哎，林北又在空中飞行了。又卡住了，我的天哪！我不知道我会不会被打死啊？我觉得我先开尬的模式，保护自己一下好了。啊，这干什么？
早死是不是？真的是早死哎、欸！好，装填好了。来，我们看一下这个 Kratos 会不会召唤出来 ？Kratos， 噔噔噔噔噔啊！哎，直接就给你啊！啊！要进化，它是专门生蛋用的。哪里过来？不是啊，这到底干嘛？60秒生一颗蛋出来。啊，重点是这家伙，他生蛋他没办法进化、啊。帮忙生蛋的生蛋机。哎、欸，这边有一只这个哎、欸，哎、欸、没射到。嗨，你好。伤齿龙，哎、欸、喂、欸欸欸，干什么？吓死人了！啊，这个就只是给你生蛋用的、啊。我以为是战神克雷多斯，结果你现在给我看这个，那它诞生出来会进化吗？我印象中诞生出来它是直接就是有一个蓝图让你进化，可是这只没蓝图啊，还是说这个蛋可以转移？这个又不能转移，所以说到底是干嘛、啊？在这边生心酸的，又不能提取啊！哥哥，你现在这个给我看这个是到底是做马改啊？算了，怎么感觉制造了一个不知道什么、不知所以然的垃圾啊？算了，把它带回家好了。对啊，如果你是说你能进化，那就没话说。重点是你这个蛋出现之后，你也拉不出来。你也带不走啊！如果你说可以帮忙生蛋，然后带走之后把它拉出来，有没有？这不是很好吗？还是说它有什么其他选项没有？哇，有没有？这就是什么你知道吗？这个就是模组混合在一起的坏处。好，有些东西不连结，连结不起来。你看它制造第三颗了啊，又不能带走。还是说把这只鸡，还是说把这只鸟给杀死，然后就可以把里面的蛋给拿走，有没有这可能？啊，把你杀掉好了，好不好？我要把你的蛋拿走，谢谢。CJ， 啊，六连蛋也不能拿走，结果死掉还继续生，我超屌的。还是说这个东西给恐龙克，然后恐龙就会拿到里面的蛋？答案是想太多了，就最后他直接不见，啊，有没有在他身上？没有，所以说呢，这到底是干嘛的呢？好，算了，不管了，我们最后一只啊，泰坦乌龟，阿龟，我们是希望是靠你了。哎呦喂啊，嗯，然后呢？哎、欸。你看，像这一只就有进化，啊，那只 Kratos 怎么没有进化表呢？怎么那么奇怪？对不对？就这个有进化图蓝图就对了啊！啊，这为什么要一个泰克的饲料啊？泰克饲料我不知道怎么做，啊，可以骑吗？它需要鞍才可以骑哎、欸，那这就是乌龟鞍就可以骑啦、啊。哎、欸，这个是进化表，这个也是拿来进化成首领用的啊，这个挺屌的啊。可是他一开始要的材料就这么的令人无言，要你丢吗？我还以为有什么屌东西出来，结果出来给我看这个啊！我裤子都脱一半了，哥哥，带回家，一切都是意外，好吧？看来没办法了，这两个是烂东西，亏我还那么兴奋。想说你们会有什么内容的，结果什么都没有。然后那只阿龟被我杀，那个嘟嘟鸟被我杀掉了。果然是一个进化表。好吧，我们再看一下还有什么。他需要这个嘛？好了，可以了。对啊，他这边直接就是 friend 嘛 ，friendly，
直接变成我们的家庭，我们的朋友。前面这两个应该就是给你拿来进化的啦，你们应该知道数码宝贝吧？亚古兽究极进化，大概就那种概念啊。但是这个已经是歪掉了，哦、啊，这个是已经歪掉了，哦、啊，它是没有那个选项让你进化的，它就是已经就是生出来就有缺陷，哦、啊，这个是可以进化的啊，所以说这个算 bug 吧？我觉得这应该是个 bug 啊，有点可惜。所以说呢，我们现在就只能看一下这只金刚到底是长什么样子了。来，哦，直接是 friend 嘛，所以说我应该不用怕被咬死吧？他应该是不会主动攻击吧？哎，在哪里啊 ？friend， 哎，哦对 ，friend， 有了出来了，哇，哇，哇，好帅哦！哎，我喜欢他身上这个颜色，钛合金。钛合金的金刚，死给哇哇！你们看这个脸，哇，好凶好凶！哇，这只我喜欢，这只我喜欢，终于来一只像样的了。哦，可以直接起，欸、他看他可不可以进化？啊，可惜他不能进化。他一丢出来，他的血就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一百二十万，点一下加五万一。哇哦哇哦！噔噔噔噔噔噔，嘣嘣！攻击有一万，我们可以用这个去打那个 boss 关卡、啊，应该挺不错的吧？他那个内容有提到说，好像最多只能带20只生物嘛，我们20只就带这个金刚好了，一定会超级吵。又见，一样丢石头。哇哦 ，C 键。啊，吸剑没有功能，哦，就这个样子而已。功能挺少的。嘣 ，bang， 打你，我就打你，我就打你，怎样？哦，会快速回血哦。哦，这个收集材料制造机，这家伙就是完全就是收集材料用的。哦呦呀，干什么东西？秒杀你！比较有点可惜的是，它没有其他功能了。左键右键，没有什么破坏死光之类的吗？可惜了，可惜了，而且也不会进化。好，也不会进化。我觉得这只召唤出来的目的啊。哦，就是给你拿来刷装备的啦，刷这些素材用的啊，有没有？哦，跟我们旁边这一只比起来，我这只应该比较大只吧，体型有差吧？哎、欸，没有、欸，其实等大哎、欸，对等的、欸，这个叫 TED， 替的提德，哦。其实差不多大小，不过我是喜欢它的左边的外观啦、啊。我觉得这个贴图做的不错，我还蛮喜欢的。哎，然后这个首领大概就这个样子啊。为什么我这边冒烟了？为什么冒烟？谁冒烟啊？这一只冒烟？你要进化了吗？哎哎，我跟来了。等一下。为什么冒烟啊？等等，有点可怕，有点可怕。为什么冒烟？嗯，这是进化的前兆吗？可是你的素材还没有收集完毕呢。是你在冒烟吗？我敢100%确定不是他，不是这只猪在冒烟，是他在冒烟。啊，不是啊，这就奇怪了 啊！你又没有准备要进化，你冒什么烟啊你？真的是他在冒烟，有点可怕哎、欸。好，算了，我把他带到这里好了，让他继续冒烟好了。冒烟龟，算了，不管了。好吧，我们今天差不多先录到这里哦。下一集的话呢，我可能直接很快的就直接去挑战这两只哦。哎、欸，就是先跟各位讲一下下一集要做什么。
我们下一集的话，可能是直接挑战这两只 BOSS 哦，这个应该是直接拿来挑战用的。它上面有讲嘛，就是我可以携带10个玩家或者是20个队伍的恐龙进去做作战，好，就是说我可以带20只啊，所以说我下一集我可能没有意外的话，我直接带20只金刚进去里面烤吧，应该是烤得赢吧，烤不赢再想办法，好不好？我们下一集就用这个方式打看看啦、啊。好，希望是可以赢啦、啊。好，拿一些不错的道具这样子，好不好？那么接下来这些阿龟要不要进化这些东西？我觉得就慢慢来吧，因为它真的需要时间，真的。因为我没有办法使用我的哥们把这个东西造出来，然后再丢进去，它这个是不能移动的。很可惜是它无法移动，要是它可以移动的话，其实很快就可以直接让它进化了。不过我做不到啊，这有点可惜。好吧，那么今天先到这啦。如果喜欢片，记得左下角个订阅，右下角个小花，下方留言。我是老头，我们下一集方舟终身带模组再见面啦，拜拜。